片磁铁，所以你只要有磁铁的地方，那灯棒后面这里还有两片磁铁，所以你只要有磁铁的地方，都可以轻松吸附。那灯棒后面这里有两片磁铁，所以你只要有可以磁，灯棒后面这里有两片磁铁，所以你只要有磁性的东西，你都可以轻松吸附。侧边的，那侧边的部分，侧边的部分有一个四分之一的螺牙，可以让你安装在脚架上啊，或者是各种不同的工具上面。那侧边有一个四分之一的螺牙，可以让你安装各种的配件。那侧边有一个四分之一螺牙，所以让侧边有一个四分之一的螺牙，可以让你安装各种不同的配件。那这里还有一个很酷炫的设计，但是我目前手上只有一根灯棒，没有办法示范。那这里有一个快拆的卡槽，所以你如果有很多很多的能量灯棒的话，你可以全部串成一条非常长的灯棒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我们的OK，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它的功能的部分。那我们从 CCT 模式开始，那它的 CCT 色温可以从 3200K 到 6200K， 我觉得算是还 OK 的色温调整空间。那我们的